雪起天起浪，浪妹处处响，十里八乡过岭儿响叮当，响叮当，他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响叮当，响叮当。哦，对不起，这叫做年纪的差别哦。那你军歌不要会吧？会啊会啊。啊，军歌不要，军歌不要，军歌好了喂。对，我们在过耶诞节了，我觉得好感人哦。踏雪寻梅，他听都没有听过。那到底踏雪寻梅是在过年唱的呢，还是耶诞节唱的呢？无所谓，只要快乐就可以唱。你看看，我们现场有这么良善的制作单位给我们过了欢乐耶诞呐，还有圣诞树哎，是不是？啊、然后今天就是你的小麋鹿哦，你是一个圣诞小公公。好，那我们呢就要介绍今天的耶诞大餐，好是什么？好，蜜汁鸡腿。蜜汁鸡翅啊，对，鸡翅。我想这个离鸡腿有点远。对。那为什么今天没有火鸡呢？其实火鸡就是在感恩节已经吃掉了，所以圣诞节没有啊，所以这次还是改鸡翅好了。而且跟你讲啊，你也不要不好意思。真的火鸡肉没有那么好吃，火鸡肉很柴。很柴哦。啊，就要靠那个酱。那我是有看呐、啊，他们就说，因为那个时候聘礼刘诗山呐、啊，英国移民啊送来美国啊，那时候还是大家喜欢吃那个满山的火鸡，对，啊，他们没有这种小鸡翅啊，就吃火鸡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没有火鸡，那就吃什么？鸡翅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坐坐，我们绝对比火鸡还好吃，对，而且这么多每个小朋友哈、哦，对啊，每个人都会有一只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教这个哦，把加进来，好加进来哦。那我们要先裹粉， okay, 我们要把它倒进来，好好好，然后戳给。好，对，其实这个鸡肉是看自己喜欢吃什么部位啊，像鸡腿也可以啊。那我今天是用二节翅，比较好吃啊，最嫩的地方在这里。哦，只有二节。对，二节。哦、好了，都有抹到了。好，那抹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下锅来炸，那要小心一点哦。好。那很简单嘛，因为我们讲好了嘛，是蜜汁嘛。那我们先来给它炸一个鸡，小鸡翅。对，小鸡翅。Okay. 好，那我们下锅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哦。我们下锅之前，我们就先不要动它，大概30秒，对，让它去做一个先定型的动作。那如果翻它的话，它表皮会开始粘、那我们先让它做一个定型。那油温的大概也要在180。哦、那一样可以用筷子，对，把它插进去，有小泡泡就代表 OK 的。对，好，好，那30秒后哦，定型之后我们才搅动它。对，那如果家里啊比较舍不得用油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半煎炸的方式。那因为我们今天又来了半煎炸，半煎炸的方式。为什么不要全善良呢？因为就是一半煎一半炸，对，叫半煎炸。因为你可以让它比较快均匀受热，是用油比较多。好。那你在炸的时间，你不做别的，我就唱歌了。好，那你就来唱歌。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。好，唱到我起锅、哦。啊啊！发财的秉公羊，帮我疏山青绿共度。还没，还是要去练肺活量。好了，帮你倒一杯水好。好，这首歌他还是没有听过。对，没听过。那很多歌你是不是都没有听过？比如说木瓜树，木瓜瓜，木瓜长得小人头。这首歌你也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到底你们小时候的儿歌是什么？小时候，哥哥宝宝就会到。这个有啊，这个有啊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我家门前有小河。有。那我们的落差在哪里？还有什么歌你会？還有什麼歌、哦、你小时候还有学什么歌？小时候儿歌我有点忘记了。你这样不快乐啊？我们小时候是唱歌长大的。我小时候唱歌又跳舞，唱歌又跳舞。我小时候都是。啊？还有学猫叫啊？还有学猫叫，
你们唱的是韩国歌吧？英文歌，你们好时髦哦！哦，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世代的隔阂是对的。你们唱的好听多了呢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哎，那我们这个炸鸡是不用给它画两行，再给它炸比较容易熟吗？因为我喜欢那种比较炸完是比较整体性的，那其实画刀会比较快熟。哦，那可是它相对的水分也会比较快流失哦，对，所以我要保护它的表皮在外面，而且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，所以你又要 juicy 就要这样子封它，对，封它，我好喜欢我讲到这句话封它，我真的觉得哈，这个料理哦，我们中文很会讲，什么煨它啦，炖啊，炖它啦，干煸它啦，煸是火字旁，还有嘞。煎煮炒炸，煎煮炒炸样样行哦。其他的呢？煎炒卤拌烤哦，是啊，通通难不倒，通通难不倒哎。对，好，这个差不多，我们可以差不多了，拿起来了，好，起锅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炒过，我们要做一个蜜汁酱。好啊，好，大概炸到八分熟左右，我们这样又来八分熟了，因为等一下又有酱来跟它拌。对，其实这个香味就蛮香的。我忘记放一个餐巾纸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还有第二道。对，好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刚刚只夹了一只，这就是薄皮嫩鸡了。这就是薄皮嫩鸡，薄皮嫩鸡哦，而且刚刚都没有画两道哦，就直接给它炸起来啊。好，蜜汁酱怎么做？我们先加油进来。好，加油进来。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 ，fighting！ 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一样有一些爆香料，像是蒜头啦，好，洋葱，蒜头，洋葱，那我们就加进来爆香。好。就小中火，对，中小火，好，都加进来炒。蜜汁哦，我现在做蜜汁哦，刚刚已经都把小鸡翅炸好了，对，然后洋葱也可以炒起来，好，洋葱加进来，洋葱把它炒到透明，小智啊，是，我真的我人生哈，没有说什么做饭做到哈汗流浃背，哎，你知道今天我可能会做到汗流浃背吗？因为刚唱完歌再来煮菜，当然会流汗。不是，啊，因为我穿了一身这个迷路装嘛。啊，你觉得我哈是不是有开始冒汗？有吗？有一点点的嘞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再跟我讲，再帮你擦汗。OK。好，把它炒香之后呢，我们再加酱油。啊，为什么圣诞老公公配麋鹿嘞？啊，因为哈他在北极嘛，啊也只有麋鹿啦。啊，就是狗呢，狗哈士奇不是也是吗？有的时候也会有，但是飞不起来。对，可以的，很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加酱油，大概5大匙。你真的以为麋鹿飞得起来吗？飞不起来。那个是哈，耶诞节卡片啊画的啦，画的。麋鹿飞不起来。飞不到哦，对。就像 ET 能够飞越外星人、月球，有没有？那个相片哦，非常的感人，那是一种梦想。好，你刚刚呢加了酱油，加了5大匙的酱油，还有3大匙的柠檬醇，3大匙的柠檬醇，对，还有这个2大匙的番茄酱，哦，感觉加一加都不用加糖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都不用加糖，因为它柠檬醇里面其实有一点甜分在，因为看颜色就是非常的亮了，有哎，很蜜汁哦。对啊。哦，香味都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就可以转小火。好。好，把鸡翅加进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把它炒到收汁。好哎，好喜欢收汁。你看，你又不小心说出了专业术语吗？对，两个字，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。收汁，收汁。因为它还会有洋葱，所以等一下吃鸡翅的时候会有点甜甜的。其实蛮快的这道料理，就是油炸一炸，然后再加一些酱料，简单的酱料，让它整个味道都是非常的好吃。而且呢，收汁呢，就代表所有东西都入味了。所以收汁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大火还是中火？收汁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其实就是要让快速让这个水分去收干，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开大火。好，一定要开大火去收，有点快收干的时候，我们再把火慢慢的关起来。它整个这个酱汁才会包覆在这个鸡翅上面，而且你看，真的啊，刚刚很多，现在就慢慢的对，因为它会在吸这个水分在里面。好，
这时候我们加一点白芝麻。好，那我们白芝麻要选哪一种的呢？白色的。对，没错，这是一个答案。但是我们一定要选那种熟、已经炒熟的白芝麻，它才会比较香。你是说重烘焙还是浅烘焙？中烘焙。中烘焙。中烘焙，刚刚好的那一种。好啊。那我们买回家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炒熟。嗯。炒熟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用像是擀面棍啊，把它擀一擀，让它香气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加到食材里面。啊，你是说这个芝麻是你擀过的？已经让它的香味有出来，所以擀要擀过。哇。对。好，所以呢，买回来之后，我把它擀一擀，把那个香味压出来。压出来，一定要压出来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摆盘喽。好了，摆盘喽。哇！就一只一只摆起来。一只一只摆起来哟，一只一只摆起来哟，一只一只摆起来哟。你也可以帮忙摆呀。对啊。很好呢，人生呢就是要互助合作。还有一个小帮手呢，这小帮手又那么厉害。好喂。我还要做手抓海鲜哦。对，手抓海鲜。现在哦，不止美国年轻人流行哦，台湾也很流行哎。对，其实我这道菜我是在泰国先看到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在泰国的夜市啊，我看一堆人怎么把食物放在桌上，在干嘛？对，我想说，对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这样，哇，真的感觉蛮好的，有那种欢乐感。对对对。那你看我们今天海鲜有什么？哦，蛋菜哦，对，蛋菜。蛋菜跟海瓜子有什么差别？海瓜子它是两个合在一起，但是它有点像是扁扁的这种形状。然后蛋菜它是比较鼓的，所以它蛋菜好像是橘红色的哦。对，而且它的肉质会比较厚一点。好，那有蛋菜，然后还有虾子啊，对，还有虾子啊。然后呢，虾子以外呢，中卷，对，中卷是主角。对，那中卷现在我要现切哦。对，现切。哦，现切现杀。这个早上刚买的。OK。问题是我现切现杀，我不知道多大多小，要细的还是？好，我们大概切成这样子，那大概是一到两公分大小，一两公分，好哦。那其实它烫完之后呢，会再缩一点，缩一点，所以也不要太细，不要太细，这样子的宽度是刚好吃起来是比较 Q 弹的。Okay。 那如果切太细，煮起来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橡皮筋啊。对啊，就像橡皮筋啊，我正要讲哎。OK 哦。哎，我切的不错哦。对，这刚好。OK， 好，很好哦。好，另外一条你切。好。太好了。我先，现在就变厨助了。对对对，好。啊，不错的，你旁边有一只小麋鹿。对。老麋鹿哈，老路仕途啊，然后去哪里靠谁带你回家？麋鹿。对，我也是没有方向感。可是麋鹿，但是呢？可是麋鹿会迷路哎。哦，对。所以不要靠我，真的不要靠我。但是呢，有母就是家，有妈妈的地方。好，我现在要烫之前呢，我想请月姐。要烫了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请月姐唱一首歌，就是。怎么了？我不会烫中旋，我不会唱。好，大概我们烫的时间大概是二三十秒。二三十秒。那就请月姐唱个二三十秒的歌，就差不多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一遍一遍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I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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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 Hey， 好，大概好了。可是我刚才烫完之后有点奇怪，怎么里面出现了章鱼呢？好漂亮哦！哎，你刚刚有切工哎？没有，是月姐是你切的。哎，对，这个没有切断，所以会变章鱼。哦，天哪！我觉得这个。没关系，切断，这样反而更好看。更好看，对，更好看。一朵花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想要有一朵花在餐桌上，那么漂亮。哎，我觉得大家就学起来好了。对啊，大家都是比较切断。我没有想到，我是不是改变了整个厨房史？哦，真的是。料理史是不是就此改变了？故事都交给你了。对，太好了，真的不要拔哈。我可以补上一刀哎，真的不要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就一朵花。好，我们把它一朵花，太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调五味酱。好。刚刚我们是蜜汁酱不一样，现在是五味酱，因为我们要直接淋上去。对，像那种饭店啊、自助餐，很多人会用蛋菜来加五味酱，或是板豆。对，那个酱怎么做呢？怎么做？现在教大家怎么做。好，好，越来越会做的是。我们先来加蒜末跟姜末加进来。好，这道菜那个不用煮，我们是用凉的。好，这个是蒜末跟姜末，对。
那其实海鲜的东西啊，我们一定要加一些姜来做一些提味，好，才不会有腥味。对，然后还有香油，两大匙的香油。耶，好，还要我切辣椒哦。五味酱其实它来源也有香的成分在里面。还要我切生菜哦。对，这个酱。哦，你很多次都没有先做好。没关系啊。OK， 好来。啊，这个哈就不要说什么一两公分，对，就是呢要加多少加多少。对，而且你就是切的越细，人家会觉得越好吃。对啊，而且味道会更出来。对，你说过辣椒要斜切哦。对，或者其实用剪的也可以。哦，对，你刚刚有教过。它这个辣椒它比较软，所以不好切。其实哈做菜真的不难。对。只要呢你有心，然后你愿意看美味 so much。越来越会做，你就会越来越会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三大匙的这个番茄酱，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五味酱，那你有五味吗？哦，有呢，有，蒜姜红，其实它就是辣椒、香菜、甜，然后香，辣，然后一个是香，香。好，你再讲一次五味，再讲一次。酸甜辣咸香，很好呢。好，那差点忘记五行讲一次。五行你讲。五行是什么？五行你不会？你不会五行？我告诉你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很行。好，不是五行哦，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，木火土金水。金木水火土，这个顺序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对，你一定要对木，好，先有木头，之后有生火，火了之后化成土，土之后土里面会有金，金以后会生水，你把金烧起来是融的，是水。这个五行你懂，你相生相克你全会的。我其实会算命了，我其实是五行大师啊，对，但现在就不能讲那么多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些调味料。好，来五大匙的酱油，五大匙的酱油，五，好了，好，然后再来这个柠檬醇加三大匙，哦，这样很好，又有柠檬味。你刚刚五味你没有讲到酸味啊？有酸，对，酸有。好，这个味道可以。哎，真的很像的呢，你这样子好像哦。对啊，很像啊。对啊，外面跟你讲，一个餐厅好不好吃，我们都在看它的酱料。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以哈，这个酱料可以，很棒哈，很棒哈。你看这个完全就是配蛋菜的那个sauce。对啊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全部的食材倒到一个容器里面。好哎，哇，你看看这个酱料，看起来就是哦，美味，美味。好。好，把它倒进来。好，好，这个章鱼也可以加进来。章鱼花，章鱼花哦。那请告诉我们，未来的总统是谁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现在民调都不准啊，要靠章鱼哥。番茄，然后这个酱全部倒下来，然后月姐再帮我拌。好，没问题。拌好就完成啦。那你这样子。我用大碗来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我们不用再炒它嘛，对不对？不用炒，就是一个大容器帮它拌一拌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什么料都要有上来，哦，有没有？哇，开始美起来没有？啊，有这个五味酱太重要了，太棒了，味道都拌得到，而且它有那个香油的香气跟酱油的香味。太棒了！哇，我拌得很匀哎。对啊。哦。对。很认真哦。每个都用到酱，对，都有酱哦。漂亮吗？这样就可以把它摆上来了。好。好哦，很多呢。对啊，可以给很多人吃呢。这才叫做椰蛋大餐啊。对啊，就是要一定要丰盛，然后你不要浪加，你挑有不？鲜红的，然后有绿的，有红的，这样非常的喜气。你不要浪加，就是说不怕人吃。对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怕呢？它就煮不够嘛。啊，现在我们看看整个摄影棚有多少人，大家绝对不会相信。好了，好，绝对不会相信，这样子差不多。现场有100个人，大家能相信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子，我想100个人应该不是问题了吧？不是问题。耶！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， 有没有？我们又来了。
且你看看我们去年哦，我们还吃了火鸡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吃火鸡的照片哦，我们真的有吃哦。那你觉得火鸡的味道怎么样？普通，真的很普通。没有，因为火鸡就是一直对，没有什么味道。还有你们很在乎那个酱，那个是什么酱？哦，有个叫蓝，那个叫什么 ？Cranberry 酱。对。蔓越莓酱，蔓越莓酱很重要，可以沾火，但是你不能一直沾呐、啊，哦，因为它就是只有那个味道。所以我们要吃蜜汁的，蜜汁的，你看看这么丰盛，这么棒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一朵花。哎，你竟然看得出来，这朵花是妈妈做的，只有月姐做得出来。现在教给大家，其实秘诀很简单，就是不要给它切断。嗯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没想到弄巧，弄拙成巧。你要这个好，那这个是手抓，这个是用手抓的哦。所以我们旁边呢有这个啊，可能这个又是世代的一个隔阂。以前呢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香鸡城啊？它都是这样子的手扒鸡呀，哦，啊，后来现在可能看不到啊，现在我们自己做哈，手抓海鲜。好，这个鸡翅你先吃吃看，好，来我也要来吃了啊，看一下，哎，其实我都可以用手抓哎，对啊，因为耶诞节哦，就是一个很样，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，真的耶，那我就觉得不知道，很欢乐，从小就喜欢，而且因为又有礼物，然后又有很多的食物。而且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哦，你也要戴手套。每一年，然后我们家都会办耶诞趴哦。那耶诞趴给谁？就是给他们的朋友哦。所以我都是跟年轻人相处的，因为姐是很年轻的啊。来，开始吃蜜汁。嗯，哦，太成功了，好吃哎！而且它跟一般的蜜汁酱不一样。嗯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它有一点点。一点点的辣还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有点不太一样。有一点点辣，而且它有很多种味道。我们看，它不是只有番茄酱的味道。对，那个葱花加的也真好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大家来吧，这个 party 绝对因为这个菜而。所以今年我们的圣诞 party 就是你主办。对，我来做。你掌厨，我做，我再也不需要小智了，我再也不需要他了。好。现在手抓海鲜哦，跟你讲，我们这个，你真的知道蛋菜吗？嗯，怎样？好好吃哦！真的假的？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那个五味酱超好吃哎！哦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吃哦！好成功哦！这个就是海鲜的酱，而且我喜欢你们加香菜，就有一种台味，没有那么美式哦。这个很棒哎，嗯，这个完全成功。就是因为那个酱汁对，酱汁太重要了。大家如果现在而且你们调的刚刚好，才看到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有学到，那也没办法倒带啊。看看网络上会不会播哦。这个酱汁太成功哎，这个酱汁好啊。这个小章鱼啊，章鱼哥，你吃下去之后啊，你就会预知未来哦。哎，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网络上也有一个未来先生？他也是预言很多事情哎，哦，那现在我也是可以预言，我的预言就是台湾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哦，太好了，哦，这个酱汁太成功了，太好了，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。耶诞节就是一个大家要一起 happy 欢乐，它就是美国的新年，就是很重要，对，要一起 happy。每次你们觉得好感动。真的在拉镜头，真的尖光飞，灯光也飞得好了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叮。哎，有没有？我们来唱平安夜好了。平安夜，神穿越。两个人都不会歌词。阿伦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快乐？有没有？好棒哦！阿伦说拜拜。阿伦说拜拜。阿伦拜拜，没有说拜拜哦，他都一直在吃太多，他说拜拜哦，有没有看到？